够了啊，所以显然大家现在吃跟穿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妄想啊，为了贪欲啊。所以你慢慢学佛之后，你了解道理之后，它类似好像鸡蛋，那个问酒酿是吧？我一直记得是你问的啊，学佛很久了，那么久了，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啊。他今天只是问很多初学问鸡蛋嘛，那有些人问酒酿嘛，那最后还是问你啊，因为戒律到后来说，你为了调病调身，那个酒煮到酒精坏掉，它还是容许你喝嘛。但你喝到后来，你每次都耗掉这一味，那就有问题了。没病的时候拿来补一补身体，那这个也有问题了。所以我第二个阶段我会反问你，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呢？你非吃不可吗？所以答案在你身上啊。第一个问题我一定会回答，如怎么样比较如法。可第二个问题，你坚持，我真的没有办法，你的日日夜夜都在想这道菜。那、已经干涉到你修行了，那它也不是根本戒啊，那你就想办法用如法的方法去处理嘛，把它煮到蒸到那个嘛，但是你还是耗药那个酒酿这个食物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洗呀、啊，是不是？好了，所以从这边就对应到第三个重点，基本的观念，慈悲基本观念就是《瑜教经》里面讲的，你的。对治他求的方义，对治内虚的无厌，持戒者在做这个两字啊。第三个重点讲的都在这个。总听了，所以不要听到后面忘了前面啊。文法一回，文法一回。所以之前的讲义是指寄生其实一节一开始有很多戒律的很多范围在讲第一个、第二个，在对的时候吃，不要一天到晚要往楼下便利商店去看一看、翻一翻，啊，就是不要一天嘴巴动得不停啊，因为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世界，你的这个肠胃不要让它过劳，你们一天工作八小时就累了，肯定让这个食道超过这个几小时啊，一直吃一直吃。其实我们讲的这中间应该至少相隔16小时不要吃东西，那你第一餐第二餐至少8小时大概两餐，那你这样吃三餐的时候，你真的
真的把三餐哈、控制在十二个小时之内哈，那量都减少。晚上的那个睡觉十二个小时、十小时，真的要让他好好的休息了啊。就从节身啊，这个吃是内需啊，节身它就是外在的，我要用好的，我要穿好的，我房子要住好的，我睡觉的床要席梦思啊。现在好多名牌啊，所以他求，他会形成你一个习惯叫放逸啊。那这种他求放逸，就常常自己可以用最好的，那可是你看到人家很苦的时候，你就给次等的，或者说钱千亿不给。所以要对治放逸啊，最后你未来你的很多的这个物资的能力、金钱的能力啊，才能行菩萨道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如果你自己永远都用不够，就是很多人讲，你要够巴豆，还才会够佛咒。那这种呢，就是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家人、家族还有我自己都用到够，那我才愿意去布施。那个概念就形成这种概念，自私的概念了。那自己用多少才够？如果你是一个不知道生命有限、资源的来处不易的人啊，永远不够啊！你会一直追求啊！你们现在看的电视的广告效应，它就是引导你怎么样？它每天在熏你，有这个，还有那个，有那个之后还要更多，所以它在创造你这个生命很不独立，你这个生命要依它起。依这种染物的依他起来建构你的生命，他在创造你这种虚妄。我们各位学为师不是要看清楚这件事情吗？我知道生命是依他起啊，可是佛的依他起是清净的，都是利他的缘起啊，互相帮忙共好的世界嘛，就是叫真善美，叫净土。但娑婆的依他起就是怎么样，贪求无厌之外来恶求多求，恶求多求就用错的方法求啊！不写了，在菩萨戒会再教一次啊！恶求多求啊，恶就是错误的方法去求，去增长你的贪嗔痴，所以他求的放逸啊，所以对治他求的放逸啊，就从你的节身，节身的节，节身那个节就是节要。你看师父讲课，就我就是爱讲好了，我是不是一节就五十分就要下课？因为我发现大家已经不行了嘛，啊，甚至要上洗手间了，所以你的心要察觉到啊，这一节到了啊，这样够了啊，时间到了啊，我吃饱了啊，七分饱了啊，节啊，那穿啊穿这样，你看很多人，我看今天很多里面穿大衣哦，好韩系哦，日系的，还有欧美系的，我说台湾有这么冷吗？欸、穿成那样子，啊，你看我们出家众冬天了不起就是一个围脖，那、啊、我们就穿这样子啊，欸、就穿到那么啊，那穿那么、啊、很精心打扮了、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要跨年了，对不对？哦、啊，我整个车票买不到。那年轻人他不是无动于衷，他不是不想过年，因为他们想跨年去过他们自己的演唱会啊。今天晚上有演唱会嘛？啊，我等一下回去应该又会挤得不得了啊。因为台中、台北各处都有跨年，五、四、三、二、一，嘣！叫你高兴啊！啊，所以节身啊，其实我们需求没那么多。你在欢乐的这个用了那么多来庄严自己、美化自己，其实80亿人口还有很多人，不要讲到非洲了，台北那个街头现在下雨，现在有冷风，他用纸箱在那边挡啊，就是贫富资源是很不均的啊，所以菩萨的行者、佛弟子，就是你，我现在没有能力去帮这些人，至少我对这些资源不要滥用。省着一点用，这个就是道人的心嘛，所以节身，那第一个对治这个他求的放逸，所以他求不是问题，但是你永无止境的放逸才是你要持戒的地方。这种永无止境不绝、哦、
放逸，他求还好哦，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到是不是也要求去布施啊，他求基本的求啊，那有节身，但你变成他求的放逸啊，你就要注意了啊。那内需啊，在对的时间吃，不要一直吃啊，因为舌头就像吃零食啊，你有时候吃一口，你去测试你的舌头，好吃的东西也刷嘴。的那种感觉啦，停不下来，啃瓜子啊！你看谁跟你讲过年要啃瓜子？但是集体形态就是往那个梨花街去买瓜子、买花生啊，然后这样啃这样吃啊，从初一啃到农历初五、初九停工费啊！所以整个过年在做这些集体意识的内需。内需基本需求需要啊，吃饭喝水要啊，但是，对，这个才是要持戒的地方啊。好了，到这里就好了，够了，不要再吃下去喽啊。所以，受用之量之足，不要贪聚。我们是贪没有错啊，我们现在反复贪，但不要贪聚，就是还要更多啊，想到未来。啊、想到怎么样，我要有很多很多很多啊，就聚啊。那这样子的心呢，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入这个持戒这一门啊。那后面三个呢，基本上就是它会扰乱你的清净。后面三个那个事事不是只有政治的事啊，就是你喜欢张家长李家短啊，然后过年的时候在家族谈一些很多。闲杂人家的闲事，那个叫多事。那其实为什么这个跟清净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心不喜欢多事。我们其实我人的本质心是想极尽单纯的。我们人复杂这种习性是被熏出来，是非复杂是被熏出来的。我们的心是好要宁静、平和、安乐的啊。所以这个。这个多事啊，我们内为什么要自信？我们的本质啊，本质就是自信。对，我们的自信清净，我们本质是应该要停止这种多事。天下无事啊，庸人自扰之啊。不管是外在的是非，还是你内在的忧愁苦恼，这个都是多事。那我们的本质是。你要尊重自己的佛性啊！你要尊重自己的佛性啊！那为什么这条戒通至使命就是尊自信尊重？就是我们讲的，你不要去破坏欲善的缘起啊！啊，这条可能是在讲间谍的啊，其实。这个教真麻烦。其实师父呢，在跨不同的班在教嘛。那有些人呢，不专心听课，就喜欢 A 班到 B 班讲些有的没有 ，B 班到 C 班讲些没有。那像这种就是间谍，就是把一些 A、B、C， 那是他可能是以人为单位啊，那有的是以班级为单位，有的也是以国家为单位。这样的人其实都是违反自信清净，你不尊重自己，那尊重是在讲尊重整个缘起，有每一个班级每一个事情的成立，它有它的缘起，你不要在里面那个什么搞事啊，所以要尊重缘起啊。所以从多事的意思呢，就第一个你不要参与的啊，那参与也就算了啊，因为你可能菩萨性格啊，然后给佛性啊，所以。有时候多事是一种热情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变成底下，你多事但没有尊重缘起，这样不行。那如果你是不会太在世间里面参与这些杂事，乃至通至使命啊，啊，这一教经基本佛陀为什么这么交代我们出家修道人啊，他有他的道理，剩下来的就对治散乱了。因为如果我也不参与世间，那我也不是两舌的人，那最后
这个地方就是你内心的境界了，因为外在已经不干扰你，剩下就是你很多的习性了，贪嗔痴烦恼忧愁苦恼受那些散乱心了。所以你如果看哦，所有你认为轮回会干扰你的，从外到你本身啊，到这个你跟人家的相处三世，这些你都解决，你都可以持戒，最后你才有办法认心，很深刻的去对治你的心的散乱，你才能观察到这件事情。如果你外面这些东西都还在从外面在干扰啊，那你将基本的持戒前面的四项都四大项做不好，你这个地方其实也做不好啊。这个要细的你要了解。第三大点就跟你讲基本的持戒基本项啊，你就知道未来不管戒律多少条，大概不离开这五大项。入手我们讲那个入门啊，基本款。持戒的基本款啊，好，我们总共有四个重点啊，今天讲三个重点啊，等下继续讲。老师，我这样讲会太快，我发现你有一直点头，你能听懂吗？没有关系，慢慢听。我们这边有个同学，好，等下你们认识一下，韩国法师是这位。没有，有介绍过了吗？有上不是的，我说他了，不愿跟他，他有韩国的朋友。哦，对，我有大学同学是韩国人。对，你们都需要一个韩国来看住很久的，就请他认识，你们先聊天一下。师父这个班级菩萨性格很多，对，有事情就请他帮助。没有，他也有韩国的朋友。因为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是韩国人，在台湾长大的，现在住在台湾。可是他韩国话他会讲。呀，会韩国话，会日文，又会台语，讲得非常溜。你看一下我的同学，那个你要不要先跟他？那个原则什么？什么东西在那边？是因为你对你的饮食都会用碰到。还是你帮人家问的？香菜，造成他们。那本田老师，我们上次有谈过。像家人在做啦，或者你很多选手去面包店，我知道他们做啦，但是你没有把细问到说有时间去做他们的工作，那基本上你就把他们干了。不是，因为这些面包商家，你连那个新的，在手机里面，到手机打开那个太贵，所以他们就是。而且他们一旦里面有手机的时候，很容易发臭，所以他们一定是采买，一定是采买大量的。细哦。第二个层次就是讲说，未来你可以换，从那个原始观想，你会慢慢的去吃。所以你们要懂得跟这三个的，就说他们是欢喜吃，当然吃，但吃到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们的身心可能。就引导到这个话题，对，因为他这个是不是我看到那些人生机的母鸡啊，就往上三归一是四门归进，归类，公鸡就往这边，公鸡的这条路就是就是四门归进，就把它们搅成那个饲料，让母鸡活下来也好，对，上面就放下。就是你们知道这个概念，就是这几种咖啡。那很像我以前喝那个咳嗽，太像是一种很像这个。你去送戒的时候还没有，你去送的时候才发现，好可怕。所以我说为什么师父从瑜伽戒讲起比较欢喜，因为这个进阶的速度要守到哪里是有自己的秘密。
所以初学者一定先听乐器，因为放网是通常是我们进阶，而且我没有加累，而且我不需要配合别人，像红军他一个人的话，他受放网，他就会慢慢被拒绝。那有家庭有小孩，那是初学的人，要受放网哦，真的是吓死了。甚至里面有讲到一些那个图像流通啊，很多东西。那你看那个龙山寺，你像每天不是在贩卖佛像、佛经的贩卖念珠，那、你看到要挂一次那个。一定要有一些转想的方法，所以你为什么要授权你姐姐跟你转想？对，他现在做不到。那我们那个基金会好像在三四月的时候有。有那个法讯，你们应该送。已经公告了。公告了。我是英律师中心长老天法师三次。那我们师父的老师是那个下礼拜六就是从，所以我们这个学友是去从那个聊天，因为他们事情要先超过已经要做天机，可他传见两天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请五天假，所以他们就先，所以有些道场是必须开这种两天的，就是发续他的菩提心啊，那讲根本意义。他说他以此已经发菩提心受为菩萨戒，他后来就去增上。要不然永远得不到那个可以请五假请七天。你们有空还是要参加那个五天？以前大安法师他在传五天的，我就觉得他七天太长，三天太短，好，那五天赶快。今天可以问问题啊，就知道你们很多这个操作上的问题可以。听懂话其实如果说听懂话，你也知道很多问题就是自己慢慢克服。所以你们要问的问题就很难抉择的。我记得我刚开始受戒的时候，就非常坚持，因为每次要是都要看后面，如果有含有蛋白、蛋白、类似蛋白，那都不吃。所以以前我都很爱吃蛋糕。找不了，我就不会吃了。我现在也是啊，好喜欢吃蛋糕。第一次哈，面包蛋糕都不能吃了。我在吃啊，那个白吐司可以，有一些这种面包。你们真的就是进阶啊，是进阶。那师傅现在吃的，因为有些人是站在说对这些动物性蛋白会过敏，所以他养生的角度确实可以不用到蛋白，可是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那种面包做的还是。有些面包是没有用蛋。你们天母有一个师傅上礼拜办茶道课嘛？那茶道课就集结了很多在各方各领域都很用心的人。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为了小孩子他的升学啊，他那时候创办一个幼稚园，因为他那个教育的体系他都不满意，所以他自己办幼稚园。那后来现在没事了，为了大家身体健康。他开始在做面包，变成开面包店。但你生活不用到这样嘛，因为我们活在中年期嘛，很多事情都不如我们意啊。但是我说他很用心嘛，他想去说，怎么样可以做利益大众的事情？好，所以因为爱自己小孩嘛，所以开一个幼儿班，那用这种方法去爱大家的小孩，用他的方法去执行他的教育。那这样很辛苦，还要不打不能分，不打了吗？那他这个做面包也是啊，他发现那个小孩子吃完面包都有皮肤痒的问题，然后对香面包都是香精的，所以他学习做那个面包哦，真的是很好吃。下次有机会，下次有机会应该是明年的。他在天母啊，在天母那也可以看看自己开。所以说用心啊，那你们总是。以前喜欢吃这个蛋糕的，那你慢慢你那个没有蛋奶的那个面包，那因缘会出现。那如果一不小心吃到，你也不用管，因为我刚才教导说，我现在已经确定一颗整颗的蛋或散蛋，我刚才是蛋煮的。但是它整个成分里面，有时候上班拿着就走，没有时间慢慢再问，而且
现在的这个柜台，他就拿面包去，他跟朋友讲，我问这个有带吗？那个有带吗？人家会非常不耐烦。所以自己开始办，过活。那刚刚讲到基本的持戒的基本啊，就是你的观念改一下了啊。当然，刚讲那个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还得吃饭睡觉，你一下子方方面面改变的太多，你的家人可能不认识你，甚至吓一跳。但是刚讲到五大样呢，基本上你那是基本的啊，一般人都能接受了啊，都能接受。那开始进阶到比较细微的，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嘴巴了，就是不讲一些很多东西，我宁可不懂不说，但不要讲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讲口呢，就是我们不依邪法，邪法就是外面很多不正确的观念，人家已经在流传了，你看着就好，你不要再跟着讲一遍。那很多这个现象啊，那个现象啊，现在流行的什么话啊，那个邪法语，那乃是跟着邪人语啊，这个不对的这个恶知识啊，同参道友，不管是法还是人，不对的，你觉得怪怪的，你就先看着，不要就跟着讲了啊。邪法啊，就是你现在看到一句话。大圣非佛说，但在我弄清楚之前，你就先观察，还是去依，甚至是去厘清大圣整个缘起是什么。你不要把这句邪法不假思维就跟着传播了。那邪人就啊，某一个法师说哈，某一个这个大德哈，每个这个名师讲什么你都还没有去验证你就跟着讲，所以口。你看这边的口就没有像刚刚讲的说那么细，它主要就要护住你的正念啊，就是你不要毁谤到佛的这真理啊，不要毁谤到真正的善知识。那一根啊，一根有六个啊，就我们在讲的这个当自端心正念求度，所以的一根的这个六。有六项，佛教经里面有六项，有六项啊。那一教经里面都是戒啊。那这边整理的意念的六大项啊，我没有列出来，但是我列出的总项就是跟各位讲，看好你自己的心，你现在念头现在在想什么？你的起心动念是善是恶吗？啊，那这是世间轮回的念头吗？还是这个是圣人的念头啊？是这个圣人的语言啊，所以这个意呢，就是有六项的那个部分啊。啊，这个六项里面有包括禅修啦，有包括正念啦，有包括这个精进啦，啊，精进啦，啊，这些六根这样的一个念头的状态啊，你去看一下啊。那总之持戒之后要我们不可能马上就是立刻在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内心马上
可以是正念，念我们常会失去正念啊，所以常常失去正念，讲错句话，做错一件事情啊，你接下来要让戒清净的方法就是起惭愧心。有些重点来了啊，所以刚才讲基本的这个持戒的观念啊，我在观察自己的嘴巴啊，自己的行为。那但是做不好的时候起惭愧心，所以我们讲课重点有讲到花很多时间在讲惭愧跟忏悔这件事情。好，那所以讲到这个闻法离事过，闻后的受持读诵到持戒基本观念三个就讲到这里，就讲到这里。那你们能不能继续用心继续用心，就像今天今天很好举例啊，我每天到今天在讲过年跨年我中间好像刚过，好像今年初刚讲而已，怎么现在要讲一次？所以我们过新的年那你要用心过年。这个年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对呀、其实今天12月31号，其实跟平常的这个日子有没有不一样？没有，所以2022、2023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个集体意识，对呀、所以我们很多神、很多信仰，是不是集体意识创造出来的？对呀、所以当下次我问你有没有孙悟空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这个人，跟他讲有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华人世界有多少人像读过西游记所以他会集体创出一个神性出来那有集体意识，那就有人扮演这个角色了那这个过年也一样但我们现在接下来第四个重点，每次在提醒各位用心过那心在过就两件事，你贪嗔痴很多的烦恼，你到底有没有过啊？你这一整年的所谓已经昨天的这些事情，你过去了没有？你超越了没有？那于是你看，我们就把很多愿景放在未来嘛，希望明年怎样怎样好。那也可以啊，你要用心希望我剩下的日子，在今年没做好的、没有超越的、没有做到的，甚至是连想都没想到的你可以把它发愿。所以我们佛门里面有个发愿嘛，你总是要立一个目标发愿。所以一样啊，世间有把过去的这一年反省一下惭愧，他讲的惭愧从持戒角度你自己扫过一遍，那明年怎么样？那这是比较初学的一般人用这个年来计算。那我刚讲这个年就从每一天来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今天还有跟昨天一样吗？那些烦恼贪嗔痴的烦恼还有一样吗？你每天要做，你不要用一年你每天就要做了。现在12月31号，那昨天30号如何？那明天1月1号又如何？发心立愿，你这样才会改变。那是这个就是我们持戒的态度，你一定要每天要反省然后发心的愿力。为什么叫心？菩萨戒为什么可以上次讲的是不是犯而还境？是不是？所以受学菩萨戒的人，他其实常常会让自己重新再来过一遍，那发愿接下来要用心发愿，不是 make a wish， 不是这样不是许个愿吹个蜡烛不是， 你发的愿 要用心去执行所以这是有戒体的人他有这个力量
你有持戒，那产生一个戒体啊，那常常发愿忏悔，发愿忏悔，惭愧发愿忏悔，惭愧忏悔发愿啊，惭愧忏悔发愿啊，好，但是各位要记得，后面有一条生意，你每天能这样做，是不是因为有一件你没有察觉到的真理？你为什么每天可以这样过？可以反省已经做过的刚刚昨天，可以期待到这个明天。这个变化是什么？诶，我听到了，无常嘛。所以真正我们内心有个智慧，是因为无常，所以过去该给他过去，反省了啊，他不要纠结了，过去了。那我把当下做好，那明天就会好。真正来讲，你不应该去计划明天的。所以我刚讲说，明天会更好，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希望嘛，对不对？但是有没有明天，不一定哦。所以要第四个观念啊，刚一二三哈，我要整理一下。第一大点我复习的是什么？文法理事过啊。那第二个。记得哦，你们这个下一次本学法师来的时候，他每个礼拜三个你们都要复习哦。我不会在后面追着你们念的，我会消失一年哈。第三个，好，基本的持戒的这个基本款啊，持戒的这个正确观念啊。第四个是最重要的，你们不敢放逸，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对峙放逸，你为什么放逸？因为你相信还有明天，还有明年，所以你会放逸。哦，你现在呼吸这个才是你的，现在碰到这个珍惜，现在这个才是，等下下课就没有了啊。所以第四个观念，你要常念无常之活，这个才是你最深刻持戒的那个智慧啊，你才不会觉得持戒很麻烦，很学佛很啰嗦，很不自由，不会，因为你看到你要常念，常念就是放在心里面的啊。常念不是让你害怕哦，它是让你说你要常常知道本来就是无常啊，常念无常之火。为什么用火？因为火一烧就没了。所以你的正报、依报，正报就是你的身体啊，依报就是这个国家啊、这个教室啊、这个世界啊，叫依报啊。我们汉传叫一正二报了啊。正啊，就是自己。一啊，就是这些外在的缘起。正啊，就是你过去修啊，你为什么长这样子？你为什么是人？你为什么是韩国人？我是台湾人，在非洲。因为你的正报，那跟你相同正报的环境，所以就变成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但这些报都不会停留，都一直换、一直变、一直换、一直变。那所以我们不要再像刚刚那样子，吃饭、睡眠被那些事情都给用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安稳啊，不是没事，只是说很多因缘业果啊，像种子一样，它潜伏在休眠的状态啊。所以为什么用我们在讲义里面在讲说，只有阿罗汉他们可以安心的真的休息一下，因为他的休息跟他内心没有烦恼的状态是一样的。那我们不行。我们现在睡觉是带着烦恼睡觉，所以烦恼在睡觉，你也在睡觉。可当有天烦恼业果的因缘成熟的时候，你那时候要醒过来就来不及了。就我举这个例子啦，例如我们人生黑白无常大限到来的时候，你才忽然恍惚一梦觉，恍然觉悟人生如梦，那就慢了。所以那一刻出来的时候，所以本来这种生死各方面它其实都一直在发生，它只是让你觉得好像没有事情。可是当那个因缘
这个老病史哈、哦、是基本上是很快的哈、哦。你现在不要去意念那个拖很久的啦，就一般常态的话，从有一个生病的状况，到后来这个病的因缘成熟，到后来必须脱离色身的时候，这过程哈、哦、还是很快的。是很快的、哦、那所以当这时候出现的时候，你才醒过来就太慢。那我现在醒着，我不跟烦恼一起睡，所以你内心的状态不明了，我不敢睡。但是我睡是睡觉是属于你的一根、哦、需要休息。像电脑你不能一直开着，你要休眠。那这个色身哈，你吃东西、穿衣服，那是外在的色法，心法要睡眠。所以从吃的物质到内心的休息，都是节制啊，刚好就好。那我用来干嘛？我昨天给各位看的影片，不知道各位看了没有？那段开示是要跟各位讲，为什么过去的大德能成就？因为他们不管懂多少佛理。啊，能讲多少经，它其实就是那个放在心里面叫念。对呀、啊，你到底有没有听啊？各位，要听啊，再听一下。对呀、啊。后面没有出来。后面没有出来，那也不会跟我反应。所以里面有讲到一段，如果你累了，真的累了，就去睡啊，你就去睡吧。但睡饱之后，你应该要。很有精神，然后再看，再静坐，再拜佛。它里面讲的就是说，其实无常很快啊。那所以这边讲的，不要因为这个睡眠饮食的状态，时时刻刻它其实都在等待这个因缘的成熟了，那这身体就败坏了。世界现在不安稳了，你现在依靠的这个环境也不安稳，所以就打仗了。不管韩国、南韩、北韩，还是台湾、大陆，都好危险哦。所以这个一个念头哈，那个主事者一个念头哈，就流血成河了。所以修行哈，才能把握因缘哈，赶快啊。常常从这个戒，你现在初学，那就把戒哈守好，不要失去人的身的因缘。那已经入门了有基本的戒，那你常常修定，那个定基本上就是不要去造作，那安波那你能自己跟自己相处，那最主要多闻修习的慧，所以叫因缘，所以常念无常，那你不要一直害怕无常，你要做点什么。无常里面外面能贪嗔痴，那你要戒定慧，戒定慧跟贪嗔痴都是缘起啊。那一个贪嗔痴叫染污啊，不断在世间的这个造作不好的缘起。那戒定慧是诸佛圣人的缘起啊，善良的缘起啊，戒定慧啊，善的缘起啊，所以都是无常啊。但这时候的无常有没有意义？这时候的无常对你来讲就是有意义的了。你就先看到无常，懂得哎，警觉应该害怕。可是现在戒定慧这个缘起，你知道哦，不需要害怕，因为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面对无常，于无常中啊，让自己的清净的法身慧命啊，让它可以继续，让它继续。那么。这个就是第五大点的，你要常觉无常之外，那你要常观啊，你的觉观要常常提着。无常一直在变，但无常里面的常是指，所以我刚刚讲这边是无常，这观念在讲字哦。为什么无常？因为佛跟我们讲缘起所生，而且缘是重，所以我们讲的
众生啊，这个无常就是你的世界。你的身心就是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缘起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因为你起个颠倒觉，或者不觉好了。你对无常这些事情没有正确的运用，用的都是贪嗔痴啊。那现在我用的是佛陀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诸佛以戒生定，然后的智慧啊，来面对无常。所以这样的无常，我从此在这个状况，你应该害怕，你随时会失去。那失去说不晓得在哪里，那现在你不应该害怕，虽然面对无常，我也知道众因缘所生。那这时候的众生，你的法身慧命，也是依这个众因缘、戒的因缘、定的因缘、慧的因缘，也是众。还有众生的因缘，你也是不离开众缘起，但是已经不是贪嗔痴了，现在是戒定慧，有没有离开无常？没有。那因为没有离开无常，所以可以修啊，你可以改变，因为无常啊，故空啊，是缘起所生啊，所以它有一个空性的道理，所以你的智慧一直在看待这个事情，所以现在面对无常不是害怕了，是很积极的啊。去修学戒定慧，那这个东西它不会动摇，它不会动摇。那这法身慧命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越来越好的正报，法身慧命。那依报啊，你就看到佛的净土了啊。所以刚刚讲你要常觉饮食睡眠是非常非常粗糙，把你定在这边，一直告诉你人本来就是要吃，人本来赚钱就是要吃，就是要穿，就是要用啊，人吃饱用完享乐，工作累的就是要睡，就是要玩，这些就常觉。这个不是生命，不是只有这件事情，生命还有圣者所开发出来的利他、利己又利他的世界啊，所以不是贪嗔痴这些睡饮食睡眠，是戒定慧的饮食睡眠。戒定慧的饮食睡眠就节身定食嘛，对不对？那利他的这个戒定慧就是布施，就是忍辱，就是这个种种的禅定精进嘛啊，所以。粗糙的先解决，你若还在这个地方，你就看不到这个地方。那你对峙了这个，你发现、哦、用这样子的方式，用如法的八正道的一个正命正业正语的方式啊，持戒的生活啊，所以粗糙的没有了，那细微的必须再用智慧，像那个用那个勾那个虫子把它勾出来，引蛇出洞。啊，所以这个意思呢，基本上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以波罗提木叉，就是我们讲的别别解脱。佛告诉你这条，不要杀生，不要饮酒，不要邪淫，啊，不要怎么样啊，那个就是我们讲的波罗提木叉，防护你的身跟口，最基本的啊，包括吃饭睡觉这些事情最基本的。那调伏最初的烦恼之后，接下来你要。刚刚讲的是不是有个清净？我已经摆脱外在的束缚。当你自己坐下来静坐，坐下来抄经、读经、拜佛，个人面对自己的那个定地啊，那最好的时候就是你坐一支香、两支香，你自己传授看看。你
中等的初中，这个也叫初中之戏，我粗糙的烦恼没有了，我不会脾气，我不会想去贪心外在的东西，这些都没有了。但是现在剩下的就是你跟自己相处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那个想白天的事情，想昨天，想今天啊，很生气啊，很欢喜，你静不下来啊，这样不行。你要再细一点，要让自己这些念头啊都不要去想，不要去担心未来的啊，那不要去想昨天已经发生过，你就在当下，你能在呼吸能多久，你在念佛号能念多久啊，或者你的思维法义能不能完整啊，那这个叫初中之戏，就修定功戒啊，定功戒。所以戒律是戒，从初学你都在对治外面的烦恼啊，那来到这个定的时候，就定供跟定相应的戒啊，第一个戒啊是对应这边的，刚刚讲的那一堆粗糙的饮食睡觉，对不对？啊，然后那些讲话的方式不对的啊，那些都是外面的啊。那您接下来的戒叫定供戒啊，它不是戒外面，它是你的戒，刚刚讲的善乱行了。你是没有干扰了，像你对自己，你自己有没有不要起心动念啊？所以你应该的，你的戒是修从修定里面去戒除你内心的很多妄想跟起心动念啊，定功戒。那到阿罗汉他们跟道共戒，用智慧来持戒啊，就是没有无明妄想了啊，没有无明妄想。所以以波罗提木叉的对治调伏身跟口，从防护开始的啊，是初衷贪嗔痴的粗糙。那么以修定跟戒啊，能调伏的啊，调伏起心动念的啊，所以调伏哦还没有断哦，所以常常这支香做不好，那支香啊就做得很好，这个念头有，那个念头没有啊，在调伏当中啊，你已经从粗到细了啊。这是这个定供啊，跟定相应的戒，那最后完全念头都可以断除的啊，道供戒细微的烦恼啊，所以未来你们会历经这个。那现在我们现在第一个阶段啊，但是第二个、第三个要学，要学。好，所以第四个常念无常，第五个常觉常观，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觉。起正觉，觉无常，那观起正因缘所生法，观察自己的因缘，正观。正觉，那你观察你自己的缘起，观察外在的持戒，你身心的状态的缘起，你必须要常常观察。那观察你的起，所谓的觉，或者叫诵戒，你要正觉，观察跟觉基本上是一体两面。你如果没有这些戒的基础，其实你很难入到定。所以你在观察你的这个身口的缘起、外在的缘起的时候，你要正觉啊，你要觉察这些因缘呢，就是虚妄啊。那要觉察这个因缘是叫做你的妄想烦恼。那起觉，你有这样起正觉的时候，那观察，哎，我应该这个应该菩萨要持这个戒，我不应该说这个话啊。所以这时候戒开始了。那到内心世界的时候一样，你也是在觉观。自己的这个念头啊，自己的身心啊，所以有觉有观是一开始的啦啊，到后来这个无觉有观啊，无觉无观啊，这个后面会再出现啊，在你的定会慢慢出现啊。好，这个以后再讲这个声闻地的时候再来讲啊。好，所以第五个。记得、哦、你们现在保持，现在第五个重点也很重要，就是
刚刚第四个无常，各位不需要再我提醒了，你们现在坐在这边就是因为你们要把握这个无常，看到无常稍纵即逝，所以我现在对这个因缘，现在有这个因缘我就起珍惜，但这样有无常不够啊，你要用你在无常要做点力做点事，就是你要常观啊常觉啊，那观就是我们讲的你现在听闻闻思修的一些正观啊，还有一些正的观念啊。那常觉就是你不要失去正念，那你那个决心要常在啊，你决心要常在。很多词接到后面就是他已经他那个觉已经又变这个又随顺贪嗔痴了啦，我们讲又不觉了。所以你们要养成其实那个警觉很高，所以